经历搞笑故事。你想吃饼干是不是？解决童年烦恼，开展奇幻冒险，你们的快乐在这里。幽默精彩大风车，好戏连台，别错过。风车校园欢乐多，爆笑开演。大家好，我是阳光姐姐。在接下来的这个故事里啊，我会变成可爱的小学生洋洋。大家好，我是吴俊，今天我饰演的是洋洋的爸爸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怡姐姐，我演妈妈最在行了，今天我是洋洋的妈妈。洋洋，快出来吃早餐了。哎呀，妈，快点快点，我今天约好了跟周末去跳皮筋儿。周末？周末不是男生吗？对啊，怎么现在男生也跳皮筋儿啊？哎呀，我也不想跟他跳皮筋儿，但是这是体育老师布置的作业，他要爬杆我爬不上去，我就只能跳皮筋儿了。行吧，你们喜欢跳就跳吧，周末生活自己安排啊。哎，老婆，我去加班了啊，我先走。回来。坐下坐下啊，你把这个牛奶喝了，鸡蛋吃了再走。哎，好。你加班怎么能不吃早饭呢？哎，都喝了啊。你吃。洋洋，你刚才不是已经吃了一个金蛋的吗？可是我还想再吃一个呀。这是你爸爸的，你给他。哎，没事，孩子喜欢吃就让他吃吧。就是我正在长身体呢，爸爸就应该让着女儿，对不对？对的。小孩子多吃煎蛋不好，你就老惯着他。那孩子，大家好，我是吴俊，刚才演的是爸爸，现在又变成小学生，周末了还要学跳橡皮筋儿，真是的。
我老公换那个电灯泡，结果啊他毛手毛脚的一下子从梯子上给摔下来了啊！我现在呢得带他去医院，家里没人看宝宝，我就把宝宝呀放在您这儿待一会儿，行吗？你放心，赶紧去，赶紧去医院啊！别着急，乖乖的啊，乖乖的，千万别着急啊！谢谢谢谢，好嘞，放心啊。嘿嘿，宝宝，哎呀，真可爱！哎，洋洋，你来看看小弟弟，可好玩了。哎，小宝宝，对呀，你看，好玩吗？好小啊！妈妈，他多大了呀？哎呀，他也就五六个月大吧？才五六个月啊？啊，还不到一岁。那要是长我这么大，那得多久啊？这呀，说慢也慢，说快也快。你看，你也是这么小，妈妈把你养大的呀。你这转眼间马上升初中了，是不是？ 嗯，那这样一会儿你帮妈妈看着小宝宝，我去买菜，马上给你做好吃的。那照顾小宝宝算我今天的劳动作业吗？必须算呀，你要照顾得好，妈妈给你满分。好嘞，那你放心吧，快去吧，我跟小宝宝看看动画片。哎，洋洋，这么小的孩子不能看电视啊。哦，你就陪他玩就行了啊。哦，好的好的好的，你放心吧放心吧，当心点啊。哎哎，好嘞好嘞。宝宝好可爱呀！小宝宝，你别哭了，你说什么我也听不懂啊。哎，害得我看动画片都看不成。那给你玩这个吧，好吗？别哭了啊，乖乖乖。哎，不哭了。哎，你怎么又哭了？你不喜欢玩这个呀？嗯，哎，有了，小宝宝，你喜欢玩这个小熊吗？你看，这是我最喜欢的小熊了，它可软了。要不我先借给你玩好吗？来，哎，好。嗯。洋洋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妈，你回来啦？怎么样啊？跟小弟弟玩的？哎，我们玩的可好了。你看，我还把……哎呀，他怎么咬我的小熊啊？还给我！洋洋，你声音小点，你吓着小宝宝了，真是。啊，宝宝不哭啊。妈，你看他把我的小熊都咬湿了，都是口水。哎呀，洋洋，你口水有什么呀？那湿了也没关系。你这么大，你不能让着点小宝宝啊？我大，我才多大？我才五年级呢。洋洋，这五年级的小学生大，还是五个月大的小宝宝大呀？你刚才还不是说大的要让着小的吗？你这会儿又忘了？小的就了不起啊？哼！哎，你这孩子，你看看，你把小弟弟又给弄哭了。啊，宝宝不哭啊？哎，来，阿姨抱一抱。哎，好嘞。没关系啊，姐姐是跟你闹着玩呢。对，啊，宝宝真乖。洋洋，洋洋，过来过来，干嘛？你过来，你帮妈妈看着小宝宝，我刚哄睡了，妈妈还得做饭去呢。我不，你要不要吃饭了？快快快，就这样，那个手高一点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多水呀？哎呀，妈妈，快来快来快来！哎呀，怎么了怎么了又？小宝宝尿了，您轻点儿。哎呀，宝宝不哭不哭，尿我一身。怎么了？哎呀，小宝宝的尿有什么又不脏？
哎呀，洋洋妈妈，师姐你回来了。哎呀，怎么样，他爸爸？还行。腿上呢已经打上石膏了，接下来就是静养了。谢谢你们帮我照顾宝宝。没事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以后有什么事你就过来。哎，别客气。小宝宝很好玩，我们不辛苦，不辛苦。对呀，我都想把他留下来当弟弟了。真的呀，谢谢洋洋姐姐。哟。宝宝醒来啊，知道妈妈来接你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来，走了，谢谢叔叔阿姨，我给你开门。哎，好，慢走啊。哎，好嘞，谢，阿姨呀，有空跟爸爸妈妈一起去阿姨家玩啊。好嘞，好，慢点啊。师姐没事就过来啊。哎，好，谢谢小阿姨。哎，再见。哎，呀，终于可以休息了。照顾小宝宝可真是不容易。给逼疯了！嗨，哎呀呀呀呀！这是谁把奶嘴放到我杯子里了？哎呀，我说呀，一个小宝宝你们就忍耐一下。这样吧，现在咱们休息一会儿。待会儿咱们全家总动员大扫除啊，还得干活啊！你看看，哎呦，这怎么这上面也尿了呀？洋洋，你刚才不是裤子也被尿了吗？你去换一下，妈妈一块儿洗了啊。哎呀，哎，等会儿啊，我这儿也湿了。老妈，我上学去了啊。哎，你喝个奶再走啊。哎呀，来不及了。哎呀，这孩子。早起十分钟也不至于那么慌慌张张。冷吗？你可以呀，啊，这今天呢是忘了换鞋了啊，每天忘一样，天天不重样。哎呀，哎呦，老妈，我这不是怕您没有新鲜感吗？哎呦，这新鲜感妈妈可真不需要啊，你呀就能把这马虎的毛病给改了。哎呀，妈妈就高兴了。哎呀，老妈，这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？说改就能改呀！听听，分分钟呢。哎呦，哎，你要是今天能做到不马虎，这个周末咱们就全家去野生动物园玩。什么？去野生动物园玩？老妈，说话算话，绝不反悔。一、二、三，老妈，忘拿书包了，你赶紧走吧，要迟到了。野生动物园，野生动物园呢？看你能不能做到。豆豆同学，今天的表现很好，不像以前那么马虎了，你拿回去以后把错的题稍微改一改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谢谢老师。我希望你继续保持，一会儿啊，把教室收拾完了以后啊，早点回家。收到，谢谢老师。老师走了，再见。老师明天见。再见。我可太厉害了，保持一整天没马虎的记录，相信妈妈一定会带我去动物园玩的。啊，老师还把我今天的表现写在了评语里面。我回家呀，把这个喜讯一定会告诉妈妈。我现在赶快做卫生。大象大象，你要等着我，动物园呀，明天我就来了。呦呦呦，豆豆，我是不是错过了你的专场演唱会啊？没错，而且呀，你还错过了最精彩的部分。真的呀，得了吧。慢点，这边是我刚刚脱过的啊，你呀从那边绕一下。哎，豆豆，我就想去喝口水，我们刚跳完啦啦操，已经挺累了，我不想绕。你们。
擦的差不多了啊，跳跳就跳跳。No， 别吹牛啊，小心下巴掉地下。是这样是吧？这样啊，来，准备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啊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豆豆。你跳得像广播体操，这不是重点。哎呀，我没想到跳一个拉拉操那么累啊！啊，不轻松吧？不轻松，不轻松。哎呀，喝口水，喝口水。我也要喝水。哎呀，哎呦，好累啊！嗯。哎呀，哎，舒香香。嗯，你有没有发现咱们的水杯是一样的？不过你那个颜色不好看，不像我这个是黑色的，你那个一点都不酷。豆豆，嗯，女生就应该用这种清清爽爽的颜色，不像你们男生不酷装酷。哼，不酷装酷，我呀懒得跟你争论，我呀回家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东部没放回去。回家了。等会儿。又怎么了？小马虎值日生，这儿怎么回事啊？石小小啊，谢谢你。我妈说了，只要我今天一天不马虎，就带我去动物园玩。我保持了一天。幸好有你提醒我。哎，这样，好人做到底，你帮我收拾了吧。我帮你。再见。哎，豆豆。再见。豆豆。哎，怎么我成值日生了？哎，豆豆。你玩了好长时间游戏机了啊，差不多了啊。今天考试成绩出来了没有？啊，出来了，老妈。我进步了好多。哎，是吗？啊，哎，快给妈看看，让妈高兴高兴。哎，好嘞，给你100分。儿子，你可以呀。100分。我最近虽然学习很刻苦很努力，也没考100分啊。哎，不是，你自己看这不是吗？老妈啊，这是石小小的卷子。豆豆，你是不是又马虎了？你把同桌的试卷给拿回家来了？老妈，我没马虎，我觉得肯定是学习委员发试卷的时候发错了，我们老师还跟我说我最近表现特别好，特别认真的。你看，他给我留评语了。这，嗯，水杯、花球，啊，石小小的书包。豆豆，你嘀咕什么呢？不行，如果被老妈发现的话，那么周末就去不了野生动物园了。不是，你那都什么呀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呀，是我们拉拉操队跳操的时候用的花球。我们篮球队的队员呢，偶尔也会客串一下。我怎么听你说这话有点心虚啊？不心虚，我还会跳呢。你不信，我给你跳一段啊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2 2 3 4。好了，我相信你会跳，但是你跳那么难看，有人看吗？难看是难看了点儿，不过我刚开始练，以后会越来越好的。行，妈给你做饭去了啊。哎，嗯，谢谢老妈。老妈这关终于蒙混过去了，我太难了。你说说你，我平时从来不把你拿错，今天怎么就把你拿错了呢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是不是诚心的？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去动物园？还好我
机敏过人，沉着冷静，要不然就被老妈发现了。你说。学习委员，哦，何止同学，哎，这名字挺有意思，有个性。哎，行，那你们俩学习啊，啊，阿姨去买个菜，啊，我买菜去了，哎，阿姨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哎，多买会儿菜啊。豆豆，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跟你妈妈说咱俩拿错书包的事儿啊？小点声，别让我妈听见。小什么小？阿姨都走远了，根本听不见。哎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我老妈跟我说，只要今天我不马虎，就带我去野生动物园玩。所以石小小，咱俩把书包换过来吧。哦，我明白了，那你怎么讨好我才能换书包呢？哎，石小小啊，我保证以后啊，不让你一个人在教室里面整理书籍，好不好？这还差不多。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在你的背后贴纸条了。你还在我背后贴过纸条是吧？好，就贴过一次。一次也不行。哎呀，好小小，好小小，把书包换给我吧。小小，好不好不好不，换给你。哎，谢谢谢谢。谢谢小小。阿姨。这些题目我都会了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哎呀，小小，你真是太棒了！你看，你一说他就会了。阿姨，
您不知道，现在豆豆都不马虎了，而且学习成绩提高得很快。哦，是吗？哎，把你的试卷给阿姨看看啊。哦哦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哎呀，老师还在我的试卷上呢，有一些评语。嗯，看，我看看。哎呀，哎呀呀，这是有进步啊，那比上次那高了3分呢。嗯。哎，豆豆，这个加上你今天没有马虎啊，妈妈明天就带你去野生动物园。真的？当然了。谢谢老妈。来，说好说好。哎呀，行，那咱们回家吧，好不好？好啊。阿姨再见。哎，再见啊，小小。哎，有空上家来玩啊。哎哎。大象，大象，你想吃点啥？大象，大象。我的语文书不会落在学校了吧？哎呀，那妈妈一会儿要考我古诗，我该怎么办？哎呀，我又该不会背了。哎，以后我再也不马虎了，马虎真耽误事儿。转转转转，风车转转转。身边，大风车转转转，转出智慧和勇敢。大风车转转转，帮你解决小麻烦。大风车转转转，转出诚实和友善。大风车转转转，永远快乐的小伙伴。